小伙小伙快跑，着火了，这么大的焊接，睡觉吧。像这种长线也不能用了。看我们这一款啊，全数字化智能小焊机，来打开。体积特别小啊，一个背包，说明书，臂夹线。换一个铜头啊，这头厂房电源，总重量1.5公斤哈，一键式开机，铜头卡到里面，半条安装里面，最大电流调到140啊，来看效果啊，行，这还忘了安呢，电流非常强哈。